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海绵宝宝的新玩具。这是我们的海绵宝宝，他右手上拿着一个粉色的小箱子。这个是蟹老板，哇，蟹老板的左手抱着一个好大的钱袋啊。这位是我们的派大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想我了吗？接下来是我们的小蜗牛，它是海绵宝宝的好朋友。这里还有我们又高又瘦的章鱼哥，章鱼哥它也有一个黄色的行李箱。最后还有我们踩着冲浪板的海绵宝宝，它准备去海里冲浪了。这辆呢是海绵宝宝的公交车，你们看这公交车好大一辆啊，应该可以载好多人呢。打开车门看一看，公交车里有一排沙发给乘客坐的，让司机上去开车。你们看，司机在这开车，乘客们快上车吧。海绵宝宝先上车，派大星上车，章鱼哥上车。章鱼哥的行李箱别忘了，还有蟹老板，小蜗牛，你走太慢啦，快上车呀，车都要开了。人都上齐了，要抓稳咯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哎呀，海绵宝宝买了好多东西呢，要怎么搬回家里去啊？哈哈，刚好公交车过来了呢，快把东西搬上车吧。牛奶、西红柿、三明治、两个游泳圈、奶油雪糕，还有一瓶饮料。海绵宝宝也上车，好啦，出发回家了。猪奶奶要带佩奇跟小伙伴们去逛街，公交车来了，打开车门，猪奶奶先上车，然后佩奇上车，乔治上车，还有小象 Emily 也快上车吧。嗯，抓稳了哦，要开车了。